中华将要迈入建国300年，丰富历史文化甲人文景观，真需要作为中华人的咱来了解。分观光文化协会为了保存并且传承在地文化，邀请到民俗专家甲地方的长辈，举办谈天说地话分园的活动，透过访谈交流，让在地历史文化会当传承落去。为什么分园会叫做分园？分园有真侪历史文化，甚至是乡里之间真新鲜的话题，你敢有了解？分园观光文化协会为了要让在地文化会当流传落去，特别邀请到对在地历史真了解民俗专家甲社区的长辈，举办一场谈天说地话分园的活动。透过访谈交流，让在地文化会当流传落去，无因为时间的流失来失传。几十年前，常常骑奥托迈来遮呢，包括山轮，直接伫咧踅行大的状况，让我感觉讲，哇，这个社区怎啊变成这样？经营了，社造做了足好诶。啊，最主要是啥？今仔要来分享，这个分园的历史，甲咱啊，这个导酒寮。哦，啊，我会感觉讲，搁重新搁电影调查，是未来呢，我一直伫咧研究这个鹿港大埔社了诶，迄个题材。所以吼、哦，希望讲，我伫这座所在已经搁迄、那个搁行大较久诶，走读这个整个总轮社区。会当找到搁较侪历史的记忆，爱会当留予咱的中仑遮的时代吼，会当作为后代的所谓的寻根，所谓的回忆的做纪念。咱这次吼，咱分园观光文化协会吼，来举办一个谈天说地话分园的目的啊吼，就是我发觉讲，阮的故乡吼，历史吼足丰富的，而且历史。嘛流传足久啊吼，啊就是拢一寡人啊吼，拢渐渐拢无了解咱家己的故乡，对咱分园吼，啊未来咱分园这好山好水吼，要啊来行销啊吼，所以就是为这个历史文化吼，咱来甲包装咱分园的景点吼。啊，来甲行销，未来咱分园吼发展观光啊吼，会当成为咱中部吼的后花园，因为咱即马交通利便吼，离台中吼迄、那个市区啊吼，足方便，交通足利便，离台中高铁嘛足近的吼，啊，即好山好水吼，会当好好啊来行销来推广。分享中仑社区理事长也表示。现在很多少年人不了解到故乡的历史，更加上长辈随着时间渐渐流失，真感谢观光文化协会会当举办这场活动，让在地文史会当互发现、互重视。中华县的咱的观光文化协会吼，来到咱中仑社区吼，来咱这，尤其是当邀请到咱的文史学家吼，咱的江敏成江老师吼，来到咱中仑社区吼，会当来这来。讲这个文史哦，一寡咱社区内底咱一寡老伙仔吼，甲一寡村民来听吼。因为张老师咧讲的所有的遮的对咱分两个历史吼，这会使讲真侪人唔知影。咱即摆少年仔拢唔知道，以早吼，咱以早的故事拢唔知影，较早的历史拢唔知影。即摆足好，拢请咱这张老师较遮，讲社会来遮，大家合作来一遮吼，较咱的。足用心的，咱的这个泉州理事长吼，来足用心的来，有这个荣幸安尼来参加，这是足好的代志。无即摆少年拢唔知影较早的历史啦，较早历史是足侪，是讲袂完。啊，我若有机会再来讲予遮个，我嘛是老啊啦，讲予遮少年仔听。文化是历史的呈现，透过一代一代流传，让中华文化会当传承落去。分园观光文化协会就是希望透过不断交流，让在地文化会当传承落去，让后一代子孙会当了解到故乡分园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新竹华新闻北边林分园采访报道。